陈式泰嘅拳老驾一路。陈式泰嘅拳发源于河南省温县陈家沟，陈涉始祖陈卜，原籍山西泽州郡人。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迁到河南嘅沁阳县，随后又搬到位于温县城东5公里嘅上阳村。随住陈涉人丁繁衍，上阳村遂改名为陈家沟。到而家，村中陈姓人家占80%以上。陈卜精通拳械，世代相传，直到清乾隆19年，始纳陈涉家成。佢迁嚟时已经有380年。陈涉第九代孙陈王庭，文武兼优，依据祖传的拳系采集朱家拳法精华，结合中医经络学和道引吐纳术，以古代阴阳学说为理论依据，创编了陈式太极拳。道引吐纳术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养生术。陈王庭将武术中的手、眼、身法、步法有机地和道引吐纳结合起来，使意念、呼吸和动作三者密切结合，形成内外合一的内功拳，并将中医经络学说的理论融合于拳术中。陈王庭晚年先开始著书纳说，但其有关著作因为年代久远，多数是遭到遗失的。而家仅存《拳经总歌》和《长短句词》一首。陈王庭始创陈式太极拳以来，陈家沟世代沿袭，集团蔚然成风，名手辈出，历久不衰。因而陈家沟流传住饮啖陈沟水，都会翘翘腿的佳话。清道光年间，陈涉14代孙陈长熙拳技高超，著有《太极拳十大要论》《太极拳战斗篇》《太极拳用武要点》，并将太极拳套路精炼简化为《太极拳一路》和《二路》，也就是而家的《老驾一路》和《老驾》。讲下练陈式太极拳对身体各部的要求。一、练习太极拳对头部的要求十分严格。拳论中话：头顶圆，虚灵顶劲，头顶之柱，或称为提顶、吊顶等等。呢啲嘅讲法咧，都系指头要上顶，又避免颈部嘅用力嘅意思。例如顶劲过大就会引起颈部肌肉的僵直，失去了灵活性和自然性。头为六阳之首，一身之主，如果头部东倒西歪，
唔单止系影响姿势嘅优美同埋动作嘅协调啊，而且会使到精神系难以集中噶。二，对胸部嘅要求系要含胸。如果胸部挺起咧，就身气唔容易下降。横气填胸咧，丹田空空，身体上重下轻，下盘不稳。点样做好含胸咧？首先应该保持脊柱嘅自然直立啦，头颈竖直，两肩下沉，两肘下垂，胸背肌肉要随住两臂嘅伸展动作咧，尽量咁系舒展开嘅，做到自然松弛，将胸微向内含，做到既唔外滞又唔勉强。但系同时咧，要配合塌腰，含胸唔塌腰咧，就容易变成弓背；塌腰唔含胸咧，就容易往外挺胸。所以两者必须系兼顾。三，对腰部的要求，练习太极拳，腰脊咧至关重要。拳典中嘅又话啦，腰如车轴，气如车轮，用力在腕，机关在腰，腰脊为第一主帅。塌腰是对腰部的具体要求，腰部要有意识地向下垂，但不要用力，不能够使腰部的肌肉紧张而影响转换的灵活性。要按照脊柱的生理曲线自然下探。四，对腿部的要求，练习太极拳，其根在脚，劲发于腿，主宰于腰，由脚而腿而腰必须完整一气。这个就是讲步伐进退发劲的根源主要在腿部，因此无论哪种的步伐都要分清虚实。进退步的变换主要是取决于宽、膝、胯三个环节，这三个环节有一道的姿势不当，就不利于虚实变换和重心的稳定。练习陈式太极拳的要求，髋关节要松，其前提是向上能够保证转体的灵活，向下又能够保证提腿落脚的轻灵。对膝关节的要求，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实腿的膝盖不超过脚尖，屈膝的时候配合松宽，达到膝关节灵而不僵硬。下面将陈式太极拳一些重点的动作进行